好，紧接着我们请我们的荣誉董事长洪春谦董事长来为我们上台致辞。董事长一直以来就是我们林口教育基金会最重要的支柱哈，那我们也很有荣幸啊，每年都可以让我们邀请到我们董事长来为我们这个整个能力来增光加持，好，我们掌声欢迎。我们最亲爱的吴总统、卢董事长、蔡毕业朱区长、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贵宾，大家好，大家好。好。连续三年都来参加我们林口教育基金会。林口教育基金会在我所认知的有学校筹资举办的基金会里面，可以说是办得最好，因为为综合全国清单他们综合高中基金会董事长，就是张清忠是当董事长，立法委员张清忠当董事长，也请我去当他们的董事长。但是我发觉到我们林口教育基金会是办得最好，为什么办得最好？这个都是我们所有董事，还有我们校长，还有老师的合作之下，才能够办得这么好。尤其在这个卢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因为卢董在我公司里面有一个部门他负责的，他有一天两年多前就跟我讲，说他希望能够接任林口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要请我帮助，因为卢董事长他人非常热心，而且非常有慈悲心，做了非常多的好事。我也觉得说他这个办这个来当董事长，可以教会林口更多的学生，让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我们都能够去帮助他，因为林口有非常优秀的同学，那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同意他去做这件事。那这几年也确确实实为我们林口的学生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想往后我们林口教育基金会会办得更好。我也要感谢哦，我们副总统明年后来参加我们林口教育基金聚会，来鼓励我们这些学生，希望我们这个学生将来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能够做一些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学生是我们的主人翁，学生是我们的希望，同学都是我们将来的希望，我们国家的希望。那如果林口我们这个教育经费把它办得更好，我相信不是教育林口会带动非常多的基金会，他们有想到也会把他们所有的基金会办得更好。最后我们来依据我们尊敬的董总统正光看看国家国泰民安，也祝福各位贵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万事顺心，多谢各位，谢谢。